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经文第九段，下方无上慧菩萨啊，记诵啊，我们从第九首啊看起啊，非身而说身，非起而现起，无身亦无见，是佛无上身。经文说到这个地方，确实是无上智慧。事实跟菩萨的名号啊完全相应。从这些地方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解决宇宙之间所有一切问题，决定要有无上慧。那么谁有无上慧呢？啊，九住菩萨无上慧，诸佛如来无上慧。佛告诉我们，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情众生通通具足无上慧。啊，我们许许多多的同修啊，当然也包括我，没有一个是例外呀！啊，无上慧就是圆满的智慧。实在讲，圆满智慧现前，宇宙之间呢，没有问题了。遍法界虚空界是一片祥和，我们中国古代老祖宗不简单呐！啊，他能说得出何为贵，这一句话说到诸佛如来心坎里去了。啊，中国古代帝王统治天下，用什么方法呢？啊，用的是《易经》里面的一句话，太和、中和、
报护。啊，太和是跟宇宙的和谐，跟大自然的和谐，中和是跟一些人事的和谐，最后啊，保护，如何保持这种和谐不变？天下太平啊，人民安乐，五谷丰登啊，国泰民安。啊，那这就是无上的智慧。完全随顺心得，啊，心得的真相就是大自然的真相，宇宙的真相，啊，佛法的名词叫诸法实相，啊，诸法是万法，实相是真相，通达明了啊！啊，那么现在社会上为什么有这么多难题呢？就是宇宙实相不明了啊！每一个人所看到的啊，哲学家、科学家啊，甚至于所说的思想家。宗教家不能说他没智慧啊，他们尽一生的经历时间去研究宇宙人生的问题啊，也个个有他的总结。那么这些总结呢，实在讲，就像莲池大师的比喻，瑕疵莫相啊。啊，这个比喻是来自《大乘经》的。啊，他是不是找到了？找到了，找到是局部的。不是整体的，因此它能解决局部问题，它不能解决整体的问题啊。整体问题要什么人才能解决呢？在大乘佛法里面说呢，得明心见性无上慧就显现了啊，才能解决问题啊。那么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就是无上慧啊，非身而说身，这一句话我们可以引用老子的一句话来说啊，身是个名相啊，名可名，非常名啊。道可道，非常道啊！啊，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没有名啊，名是人把它起的 啊，所以名是假名啊。它的性质我们要认清楚，假名啊，再给诸位说相。相也是假相啊！为什么大乘教里面佛常说一切现象，无论是物质现象是心理现象，
佛说当体即空，了不可得。这说明像是幻象，叫梦幻泡影啊。啊，他有没有妨碍呢？给诸位说，实实在在没有妨碍。啊，性跟相当中没妨碍，性不爱相，相不爱性。啊，理不爱事，事不爱理。再跟诸位说到究竟处了，事事无碍啊，事跟事也没有妨碍啊。为什么？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他怎么会妨碍呢？那么这些妨碍从哪里来的？妨碍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出来的，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就是四无碍的法界就现前了。啊，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所说，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真的一点都不错啊。啊，你在宇宙之间呢，找不到冲突，啊，障碍什么？障碍的起因就是对立，没有对立了。啊，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啊，不是说一家了，比一家的关系还要亲密，是一体。啊，宇宙是一体，哪来的妨碍？啊，像我们身体，这是一个身体。啊，这个身体从外面看有五官，眼耳鼻舌身；从里面看有五脏六腑，个个不相同。啊，这就好比宇宙之间一千万物。品类不一样啊！啊，但是它是和谐的，它没有冲突。啊，眼睛不是耳朵，耳朵不是鼻子，各有各的功能，但是它们互作合作，从来不发生冲突。啊，眼能见第一。而能听第一，比能嗅第一，个个都第一，这身体健康啊！啊，如果说只有我眼是第一，其他都是第二、第三，这个人就生病了。啊，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国家第一，那个国家第二，那个国家第三，这个地球有病了，这个社会啊就会动乱了。个个第一。就平等了，问题在解决啊，族群也是一样，文化也是一样，在佛法里面找不到第二啊！啊，你看《楞严经》里面，啊，佛问他的大弟子：“你们是怎么证得无上菩提的？是怎么修成？”明心见性的25个人所修行的方法通通不一样啊！这25个方法展开来就是84000法门，无量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可以明心见性，每一个法门都能成无上道。所以佛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为什么有这么多法门呢？法而如是，这本来就是这样的呀。
只要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通通现前了。啊，智慧德相都现前了。过去，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现代哲学上有许多问题不能解决，科学上也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大乘佛法里头啊，都有解决的理论和方法。啊，那我们要问，何以这些哲学家、科学家，乃至于宗教家，都不能解决，大乘佛法能解决？道理在哪里？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不一样。啊，世间这些学者专家，他们用的方法，研究。用什么研究呢？用大脑思考。这个大脑思考里面呢，有分别，有执着。啊，那大乘教的方法是不用大脑，不用思考。啊，他用什么呢？用清净心。啊，佛把这个心呢，说得好。啊，他用一个比喻说，这个心像水一样，叫心水。啊，大海的水。啊，那我们六道凡夫的这个性海，啊，就是心水呀，是什么样子呢？是染污的。是不平的，就是有波浪的。啊，凡夫心水啊，是不平染污。啊，所以他照外面的境界啊，就照不准确了。不是不能照，照的是支离破碎。啊，大乘教呢，首先叫你修定，定到一定的程度，不但这个心水不动了，染污也沉淀下去了，水变成清了，啊，清水不动，它像一面镜子一样，对于整个宇宙啊，它照见了。啊，这是用的方法不一样啊！你看科学家，他心动不动，他心清净不清净？啊，当然比我们一般凡夫，他的心比我们清净。啊，因为他研究东西研究一门，一门深入，他的妄想比我们少。就是染污比我们少，啊，心比我们清净，所以他比我们聪明，啊，他发现了宇宙很多的奥秘，给我们说出来了，啊，但是不彻底，不究竟，那就是说，他的分别执着没有断尽呐，只是比我们少一点而已啊。佛对于弟子的要求，啊，是要把染污离开放下，
啊，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让自信性海啊自然现前。自信的性海是清净平等的。啊，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的见性的性是什么样子？第一个就告诉我们，清净，没有染污。啊，何其自信啊，本自清净。啊，第四句说，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不起波浪。啊，它是平等的，是清净的。啊，无量寿经上教我们修行的纲领，三桩事，这修什么？清净、平等、觉。其实觉不要修，只要清净平等，觉就现前，不是本觉吗？啊，起心论里面，天亲菩萨依照大乘教里面啊，借取精华为我们介绍，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本觉是心，自心，清净平等。啊，那个觉在什么地方呢？觉他说了两个。一个是本自具足，一个是能生万法。啊，本觉本有啊，不觉就是迷失了自信，迷了。这桩事情，自信里头没有啊，啊，不觉本无啊，那个不觉。迷惑不觉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可以讲，它是从分别执着里面生出来的。啊，分别执着，连妄想、自信里头都没有啊！啊，所以这叫妄心。妄心虽然一自信起的，但是自信不是妄心啊，这个道理很深啊，但是也并不是难懂啊，很深的理，只要你静下来，你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你听佛说，你就能听懂，你就能听明白，懂了明白了就叫开悟了。佛在楞严会上说明诸法实相，阿难尊者听懂了，舍己赞佛，富罗那没听懂啊。那我们要知道啊，阿难只证了初果啊，须陀洹呢，富罗那是四果阿罗汉呢、啊，但是初果听懂了啊，四果罗汉了、啊。迷惑了啊，听不懂啊，向世尊请教啊，啊，迷从哪里来的？什么时候迷的？
现在我们修行啊，破迷开悟了，这开悟之后啊，几时会再迷了？你看看福仁大问的好不好，我们听了很中意。为什么呢？全是我们的意思，全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问出来呀，富农那尊者代替我们问出来了。这个东西难大了啊！释迦牟尼佛举一个例子，言若大多，迷头认眼，举这个例子让大家了去体会。啊，我们把这个例子说的再浅显一点，让诸位同学呢更容易明了。啊，几时迷的？什么时候迷的？为什么迷？我们小时候念书是在抗战期间非常时期啊，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啊，所以小学五六年级就有军训啊，一年级到四年级有童子军，五六年级就有军训了。这个军训早晨起来升旗啊，老师训练学生啊，啊，接受军事训练。军事训练每一天都会举行紧急集合啊，不定什么时间啊，一敲钟一吹哨子啊，学生服装整齐，马上到操场去把队伍排起了啊，速度很快啊，啊，决定不超过五分钟啊，你看从每个教室都出来了啊，整整齐齐的啊，总会遇到这种事情，绝不止一次啊。一个同学慌慌张张问同学，哎，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帽子啊？慌慌张张，我帽子找不到了，问大家。那个同学指着头，帽子不是戴在你头上吗？他一摸，真的在头上。这个故事跟阎若大多迷头认眼是一桩事，一个现象啊。你说他帽子戴头上，他忘记了，几时迷的？什么原因迷的？你问的不就问这些问题吗？啊，已经戴在头上了，到处去找，找不到。啊，急得一身大汗。没事。啊，佛说六道凡夫啊，就像这样气息。有没有原因呢？没原因。告诉你，无始无明，没有原因。啊，就是这一念迷，这个一念迷不与自性不相干，是从自性起的，自性没有迷。啊，那么由我们细细去观察，还不是自己分别执着吗？啊，出了这个差错。啊，一觉呢，一觉迷就没有了，不要再追求。哎，我这个帽子戴在头上，什么原因我迷了？啊，这几时迷的？你还去找这个吗？那不叫迷上加迷吗？这有答案吗？没有答案。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呢，放下就是啊。
你别去想去了。啊，那么你的清净平等觉呢，就现前。你越想，距离清净平等觉就越来越远了。啊，我们凡夫总是想找到原因，啊，找到开头，找不到。啊，佛菩萨告诉我们，没有这个。开始没有原因，为什么呢？假的嘛。所以以后我们再看佛学讲的这些名词术语啊，才真正佩服佛菩萨高明，我们自己太笨了。你看他说想，上面加个妄想，这不就讲清楚了吗？想是妄想，你何必再去追究他什么原因啊？追究什么时候起的？错了，那叫妄中再加妄，妄不能够断妄啊！只有一切放下了，妄就没有了啊！这个道理明白之后了，你就晓得科学家、哲学家为什么有许多根本问题不能解决。妄中再求妄，永远没有答案。啊，即使他把它放下了，哦呦，豁然大悟，他就明白了。啊，其实，释迦牟尼佛慈悲啊，当年在世就已经表演给我们看。啊，你看他19岁出去参学，学了12年了，到30岁啊，印度宗教学派那个里面的高人他通通拜访过，通通跟他们学过，那四禅八定他也修到家了。依然有一些问题不能解答啊！他做样子给我们看，到恒河边上找一棵大树啊，印度人称为毕多罗树，在下面入定，把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这个事情很重要，放下之后呀，豁然大悟。如果12年所学的不肯放下，你就决定开不了悟，障碍你开悟，这叫什么呢？叫做所智障。啊，障碍啊，佛把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烦恼障，一类是所智障。啊，烦恼障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啊，这是烦恼啊，障碍你明心见性。为什么呢？由自私自利，由贪嗔痴慢，你的心就染污，你的心就不平啊。我们讲的心浮气躁啊，啊，这他不能解决。要心平气和才能见性，有所智障同样的道理啊，你有很多的知识，你分别它，你执着它，你的心也造成了一种不平的现象，染污的现象，所以都起不了照见的作用啊，通通放下了，心清净，心平等了，诸法实相啊，自然就现前了，就这么回事情啊！啊，虽然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科学家是佛，哲学家也是佛，思想家也是佛。啊，我们现在这个家太多了，啊，有政治家，有军事家，有企业家，和家太多了，没有一个不是佛啊。啊，那么佛都是见明心见性的，他现在是心也不明，性也不见，啊，我们说他是个迷惑颠倒的佛。啊，什么时候他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立地成佛。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就一清二白，他都清楚了嘛。啊，就这么个道理啊。啊，释迦牟尼佛放下。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真的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了，不分别不执着了啊，所以才能说成这么几句话了，非生而说生的啊，生是个幻象，名是假名，对于幻象，对于假名，只要不去执着它，不去分别它，哎，它妙用无穷啊，它有它作用，要妙用。起作用加上分别执着，就不是妙用了。啊，那就是六道凡夫的起作用。如果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就是佛菩萨的所起用。那个用妙，为什么妙？它不生烦恼，它不起波浪。啊，你的这个心水呀，里头没有波浪，没有烦恼，没有烦恼是清净的，没有波浪是平等的。哎，就是你的心啊，是清净平等心。有分别有执着呢，那就是。大风大浪啊，我们今天讲啊，心浮气躁的妄念，就妄跟真是一，不是二。妄念就是真心，真心就是妄念啊，它是一不是二啊。虽然是一不是二，作用不同。果报不一样啊，心浮气躁所生的现象是六道轮回，清净平等所生的现象是极乐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世界成就啊，原理在此地啊。啊，凡夫妄心是动的。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界，我们看起来跟佛父没凡夫没两样啊，他也是动的啊。那个不一样在哪里？动中有不动，他能守住不动，不动能控制动的局面啊。凡夫呢，动中也有不动，但是他把那个不动啊忘掉了，于是这个动乱的局面他没有办法控制。
只能随波逐流啊。啊，在佛经上讲，随业流转。啊，那么由此，我们也能体会到这个教育多么重要。啊，教育什么重要？什么教育呢？圣贤的教育。啊，最殊胜、最圆满，佛陀的教育。啊，大家听到佛陀，你们马上就分别执着，认为他是迷信，他是宗教，错了。佛陀是谁？佛陀是自己自信啊！啊，佛陀这个名词是印度啊，翻成中国意思是智慧，是觉悟。他不迷啊，迷了不起不叫佛陀啊。佛陀教育的宗旨是破迷开悟，转凡成圣，成圣。就是成佛啊！所以学佛的人虽然多，佛是什么？他不知道啊！啊，明白了，佛是谁呀？佛是我自己呀，佛也是你呀，佛也是他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你说是迷信，我也赞成。为什么呢？你自己就迷啊，你不承认你是佛啊。啊，宗教里面许许多多信了佛了，皈依了，受了戒了，啊，什么是佛不知道。说到佛一定是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他们是佛。啊，《华严经》上说，净土经上讲啊，自信弥陀啊。唯心净土啊。心净则佛土净啊！啊，净土从哪里来？清净心现的。阿弥陀佛从哪里来的？自心觉现的。外头没有啊，所以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啊，我们感激老师，不是老师的教诲啊，不是老师把这段事情给我们说清楚，我们怎么会知道世间有这么好的学问？啊，因为社会大多数人呢，都说他是迷信。我们从小也就相信，啊，佛教是迷信，佛教是宗教，啊，于是就没有心去接触它了，啊，不想接触它，啊，到老师给我们介绍，说清楚，说明白了。啊，我们重新。在认识佛教，认真学习佛教啊，这学习一定靠经典呢 啊这才了解啊，佛家的说语说佛法无边呢 佛是觉悟，是智慧。智慧觉悟对于整个宇宙人生
通达明了，真的是没有边际。所以我们永远感谢老师的大恩大德。在这个一生当中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让我们这一生生活在幸福圆满的境界当中，这是真的世间人哪个不生烦恼，哪个人没有忧虑只有深入经藏的人，他没有烦恼，他没有忧虑，他没有牵挂他没有任何压力天天是法喜充满像弥勒菩萨一样这都是从大乘经教里面得来的大乘经教里所说的全是自己的自信、信体、信德、自信的起用，这说这个东西全是说的自己，没有一句话了是与自己不相干的所以这个第一句叫我们不要执着身，帮助我们破身见身是假象这个字是假名第二句讲的呢，非起而现起这什么现象贤首过思还原论里面行一体起而用，这个起就是起而用二用是讲两大类，第一类是宇宙的现象宇宙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宇宙，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第二个现象我从哪里来的，你看这个关系多密切我们不说生命的起源，我的起源，我从哪来的佛法里面讲依报正报正报什么，正报是我，不是别人，我从哪来的，依报什么，依报是我生活的环境我生活环境里头有人事环境那个人事环境不是我的正报，是我的医报所以医报里头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有自然环境正报，正报就是自己身体我们或者讲的生命再讲的深刻一点呢，我的灵性灵性不生不灭它为什么会现这个身这些离跟四华严经上都说得很透彻明通达明白了就不执着了
还执着，还分别，说明这一桩事情的理论与事实现象，你没有通达明了啊？为什么通达明了？决定不但是没有分别执着，连起心动念都没有。那真正通达明了，还会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叫一窍不通。啊，一窍不通，没关系，慢慢学嘛。就怕是自以为通了，那个麻烦大了。为什么？自以为通了，他不学了。啊，不学迷惑，那就认命了。啊，佛教的术语叫随业流转，我们一般世间人叫认命了。啊，你就受命运的支配了。啊，这很苦恼的一桩事情。啊，命运从哪来？自己造成的，自己的业力变现出来。啊，善业有善果，人天福报啊；恶业有恶报，啊，恶鬼地狱。他现这种相啊，就非起而现起。啊，这是把你看看，非生而说生是讲的正报。非起而现起是讲的依报，这两句合起来就是贤守过失还原观里面的起而用。啊，真相了解了，你不执着了，无生也无见。这个无不是说现象没有，无是什么意思呢？心里面呢无执着，无分别，无妄想，这就是佛的无上身呢。这是什么法身啊？清净平等法身佛是谁呢？是自己。怎么是自己呢？大乘教里面，我相信每一个同学，你都念过很多遍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诸位有没有念过？念过之后，这一句话怎么个讲法？十方是讲的空间，三世是讲的时间。这个时空之内，所有一切佛是同一个法身，啊，这个法身是什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没有妄想分别之处，然后你才见到，变化界、虚空界、森罗万象是一体。回归到一体啊，这个一体就是自信清净圆明体。啊，这就叫清净圆满的法身佛。你说那个关系多密切，在这一体里头还有什么问题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知道啊，一切问题都是从分别执着生啊，我们不是妄想，妄想那是根源，太微细了，很难发觉。给你讲分别执着，你的感触很明显，通通是分别执着里头生的啊！离开分别执着，天下太平。啊，六祖在《坛经》里面说得好，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尘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种种社会问题。从哪来的？是因为你有了。你有一无啊，麻烦就来了。你要晓得本来无一无，你的心回归到清净平等觉，再看这个世界，问题没有。